前的人就是这样子的，那个事情做完了，或者做的有点累了，所以过来。你这样正常骑一圈要多久？半个小时吧。半个小时。你说。这时间就是用来做而已。嗯。平平淡淡，到处全世界都长，就是这样啊。看看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，很那个与世无争的那种感觉。好。